科技的进步，这种田的阿公阿嬷嘛，跟着时代。为着预防这辛苦种的稻啊，去予鸟啊食完，伫林镇一名87岁黄姓妇人哦，透早透暗拢会来徛伫田边，摕一台遥控器操作这个空拍机。这台空拍机发出来声后，就会甲鸟啊拢吓惊走。听讲这个方式赶鸟啊效果真好，做回来看卖。外形亲像一只大只怪物的空拍机，要起飞了，气势如虹。要油甲转来，转油转来，较慢嘞，速度真紧，阿风来吼。空拍机直直往前冲，这不是要翕什么农田的景色，是黄阿嬷加鸟啊去吃伊辛苦种植的稻啊，就家己操控空拍机来赶鸟啊，结果愈算是愈有兴趣。咱做嘞，阿该。该年岁去远走，我走了多以后才走来走去，一直走。啊，这个传统有啥无共？用炮啊无？啊用人管无？炮啊是放往内走，放的，踮这个放去往内走，走向就伊过来，伊过来。啊用这嘞？啊这伊来是来嘞，今年伊咧说伊就唔敢换。孙仔将即马上最新的科技运用伫咧农田，空拍机哦，除了会当生产瓜鸟啊，佫会通检测即生产的记录。即款高科技的农具，嘛，予农业充满佫较侪发展的空间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莅临采访报道。